我们的旅程从这里开始，加隆河流域的边缘，河流的历史与我们的命名酒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我们称之为马尔芒代波地葡萄酒。加隆河的库图村是当年进行葡萄酒贸易的地方，就是通过那里，我们珍贵的黑酒被运往波尔多。加隆河赋予了我们的坡地和两边河岸的特点，这是两片互补性的土地以及我们葡萄酒酿制的重要王牌。欢迎来到法国西南部的马尔芒代村，这儿离波尔多南部80公里，通往图鲁兹。就是在这里，马尔芒代酒庄于1957年成立。它现在拥有马尔芒德坡地95%的土地，大约850公顷，两个生产基地位于波贝和高古蒙两个村镇里。我们的参观从左岸的吉永产地开始。右岸的土地特点是石灰石黏土，其土地比其他土壤更凉，有利于种植梅勒、马尔贝克和阿布秀葡萄品种。右岸的葡萄园出产相当于1/3产量，坡地地势朝阳，有助于葡萄的成熟。右岸的葡萄酒特点是细腻而丰满，马尔芒代酒庄的巴赞城堡是旗舰品酒，今天已转用了有机葡萄酒的制作方式。我们田里的这些杜里化石反映了那遥远的过去，这是河流和海水留下的见证。我们再次跨过加隆河，去到左岸。就是在这里，这属于加斯科利产地的高古蒙村，马尔芒代公司的总部在这儿建立了。右岸象征性的城堡是巴斯蒂城堡，以其白色而著名。Delbert城堡和 Montplaisir 城堡以其长相似品种的特点而著名。左岸的土为沙砾质黏土，通常称为红石子土，它有丰富的提氧化物，使我们的葡萄酒呈现出浓厚的深红色。它是温暖的土壤，能使品丽珠、赤霞珠和阿尔布秀品种很好的生长。在田块的田尽头，我们会发现一些铁质土块，这标志我们的土壤经历了若干的年代。尽管我们命名酒的葡萄品种各式各样，
但我们特有的品种是早熟品种阿布修，这葡萄品种在19世纪便出现在我们的坡地上，在耕牛牙病袭击期间差点受到失传的危险。它之所以能够被保存至今，是由于我们的葡萄种植者在2004年创建的葡萄品种保护组织，他们对此品种进行了研究和拯救，因其红色和橙色叶面它很容易辨认，它因其特征被视为我们葡萄酒会的象征。该酒的颜色浓厚深沉，带着黑色水果、成熟水果和酸樱桃的香气。所有的葡萄采摘几乎都是机械化，但也不乏有手工采摘。这种精神是我们西南部葡萄酒文化的重要部分。葡萄采摘是马尔芒带葡萄酒酿造的一个过渡阶段，经过种植的屋后，便进入了酒窖葡萄酒的酿造程序以及包装和营销工作。这是一项让葡萄酒反映出原汁原味的工作，从种植者手中直到酒窖大师的磨砺，以此来酿造反映出风土灵魂的葡萄酒，反映操作着人们心灵的葡萄酒。酒师和他的团队密切监督下得到很好的陈酿，并变得细腻。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品尝中我们能体验到风土与葡萄品种结合起来的酿酒术，体验出那完美的感官享受，如同一部协奏曲。酿酒师就是这样一位作曲家，根据我们味觉的敏感性酿造各种品酒。我们和谐正宗的大量酒品就是马尔芒带为您提供的选择。酒质量是我们关心的核心，马尔芒带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认证农业种植安全的认证工作，由此得到农业管理质量的奖励，特别是我们产品的可追溯性和食品安全。该认证书涉及了 ISO 22000和 IFS 规范。每年我们大约有600万瓶葡萄酒在这儿装瓶。虽然法国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市场，但我们今天在全球的销售已超过了15个国家。